各种颜色的胶，这些我都不认识呀。来看看这儿的大葱有多贵，这个我也不认识。天哪，这么一捆笋打折还49，告辞。面包货柜好多都空了，已经。我严重怀疑这个翻译有问题，他竟然说这个是青椒，这个真的是青椒吗？这个味道的是茴香和什么来着？挺奇怪的还，啊，就是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味儿还挺好吃。逛超市，咋就破碗了？咋能说是破碗了呢？那也没有个人情味儿。啥呀？知道你的高考成绩了。十七度应该还好啊。我姐姐。呀，等会儿啊。membership and there's the account. I don't want to see other people. Is that okay? Yeah, it's okay. Okay. Yeah, it is with the pass. Okay. Thank you. 对啊，我你自己订了。真的？还有这待遇呢？哎，我爱喝梅子酒。啊，对，你酿的就是青梅酒。Sorry， 我刚才没有过大脑。我现在回家了，下面给大家看一下。哎呦，我今天买了什么？买了一包蔬菜，然后买了一包。大盘鸡的时候可以用，然后就是这么一，然后就是这么一大包，我今天给大家看。买了一点土豆，一个菠萝，三个百香果。一盒草莓，一袋芦笋，四个柠檬，一袋面包，一颗大白菜。我想自己做辣白菜吃，因为这边都买不到很好吃的那种辣白菜，然后我就买了调料自己做。买了一包薯片。Thank you.
是牛至叶，还有一个是黑胡椒，最后一个就是还买了一株迷迭香。本来我特别不适合养植物，但是我前一阵买了一个薄荷嘛，养的还挺好的，所以我来准备养它试试。